林泉王爷。我汇报两个病例，师傅啊。你说。第一个病例啊，这个病例啊是个男性患者，58岁，他是一个乙型肝炎，这个人的体质还是不胖不瘦的体质吧，还可以。他这个乙型肝炎啊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，治了很多的地方，就是说有一段时间肝功能正常，有一段时间不正常，连续的持续了好几年，喝中药吧，大约喝了有500多副了，说啊，这一次呢以后又出现了肝功能不正常。他出现肝功能不正常以后啊，他就是出现什么症状呢？小便发黄，大便微干，食欲不好，不想吃饭，没有力气，他的脉象是悬硕的，舌干和口苦。我给他开的是汤药，我开的方子是柴胡开了30克，茵陈开了50克，茯苓开了40克，泽泻开了30克，连翘25克，我用了个白华沙蛇草30克，白术20克，赤芍用了30克，党归用了25克，牡丹皮用了25克，还用了个枝翘20克，甘草15克。这个方子以后啊喝了1个月的时间，就查了一下，他的肝功能就正常了， DNA 也变成阴性了。我又让他使这个方子巩固了10天停药，总共是40天的时间。你这个案例你想说明什么呀？我想说明的就是这个乙型肝炎我采用的是排异方法，就是说他这种乙肝病毒啊，他来的时候他的肝功能查的是总胆红素是 91.881 这么高的胆红素，总胆红素，他的谷丙转氨酶是169，谷草转氨酶是83，也就是说肝功能不正常期间的大三阳啊，就是说乙型肝炎啊，它体内的本能啊是对它起的一个排异的作用。这个排异的通路我给它用的是走的是大便和小便，是这样的思路进行排异治疗的。你怎么看出是排异来的？因为以后啊你看乙型肝炎呢、啊有大三阳和小三阳，在肝功能正常期间咱们不叫乙型肝炎，叫病毒携带者。因为它自身的免疫力起来以后，自身的免疫力和病毒之间出现了免疫反应，才叫排异。有了排异反应了，就是肝功能不正常了，就有了排异反应了。那么这种排异反应它没有手表的叙事，没有想发汗的叙事，所以说我没有采取手表的这条途径。肝功能不正常跟排异怎么着联系？肝功能正常期间就说明他体内没有排异反应，因为他很正常，就是体内有大量的乙肝病毒，他也没有任何的症状，也可以吃也可以喝也有力气，就是说肝功能不正常了以后，他自身的本能开始排异这种病毒，有排异反应了，体内排异我们也是顺势利导进行治疗，我是这样理解的。谁对于这个男的有意见？就是我有一点没听懂啊，就是您说他是这个病人他肝功能不正常了，那怎么看出来肝功能不正常和排异有什么直接的联系？就是说他的排异反应是什么样的具体反应？乙型肝炎啊，在临床上以后分个乙肝病毒携带者和乙型肝炎。什么叫乙肝病毒携带者？就是大三阳和小三阳体内的病毒载量很高，他的肝功能很正常，也就是说以后对肝细胞没有造成伤害的，这个叫乙肝病毒携带者。大三阳和小三阳只要是肝功能不正常的就叫乙型肝炎，这是一个乙型肝炎和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一个鉴别点。如果以后肝功能不正常了以后，咱们就知道他自身的免疫力和病毒之间出现了免疫反应，人体的症状就是乏力、腹胀、不想吃饭、小便黄，这样的症状给我们的信息就是排异反应。他不但有排异的那个障，就是不但有排异的表现，还有一个就是内源性疾病自主性调节不顺畅的，也要考虑到，不能只考虑到排异。说排异，有没有排异反应？
见过的应该是看不到。不能说应该，嗯，你说有没有？嗯，我们在临床上是看，就是看不到的，就是病人没有让我看到那种排异的，其实就是功能性障碍，是内源性疾病。嗯，功能性障碍属于内源性疾病，这是一个说法。是有排异反应，那是一个说法。总围绕这两个前提出发言。我们首先鉴别它的排异趋势，它的排异趋势是什么？首先发热是一个最主要的症状，它现在目前的病人是乏力啊无力，这个的话应该是还是属于一个阴性过程，它的本身功能低下。排异反应向外的主要是你要看它的趋势是什么，就是它病势是什么，是像是要是有排异的趋势，这很重要的一点是发是不是有发热，我个人的一点是这样。支持啊，没有排异反应，是吧？对。嗯。谁还说？还有意见的没有？你反正不是这一个就是那一个，这肯定啊。支持排异的举手。甭说了，少数，一少数。支持自主调节的举手。行，绝大多数。这个病啊，你说的这个排异啊，你自个儿就没说出支持排异的一个东西，就是一个症状，一个表现，你没有，这个呢也是你的在意念当中，他有病痛能不排异吗？是这意思不是？肝功能正常，身体里有病毒，肝功能还正常。这说明什么呀？说明这个病啊很轻，对不对？肝功能正常，自己说是轻吗？病毒呢还是病毒，也排不出来。对不对呀？肝功能不正常了，发到有排异了吗？没有排异，这是个功能性障碍的病，没有排异。说我们要看现象，我们说那七个现象，这叫症状。从这七个现象你看到本质，本质是啊，自主调节啊，还是排异啊？排异从什么方向排异啊？自主调节哪一部分有障碍啊？这就是重于自古到今的一个辩证系统，我们总结在一起了。所以这个慢性肝病啊是个功能性病，是个功能性障碍的疾病，没有排异。你看到所有的症状都是障碍，不是排异。你听我给你说一下啊，口苦是障碍，是排异。胆汁啊都不能正常的
分泌到胆囊，由胆囊排到肠内。他为什么苦啊？排不出来，就一直在循环当中，从肝循环进入大循环，大循环到了口腔，我们的味觉就感觉出来了苦。这个苦你漱口，你漱掉了吗？你吐出来了吗？这个胆汁在心，口干，唾液的分泌障碍，明显的。脉弦的什么血管老处于收缩状态，它在哪儿排呀？你去数一数，没有精神，疲劳感，这是什么代谢障碍吗？什么代谢障碍？身体需要的能量的代谢障碍，就是脂肪、蛋白质啊、糖代谢障碍。这个代谢都是这三个营养物质互相交换、互相转化、利用储存等等这一系列的生化过程，叫代谢。代谢障碍，万算是障碍，哪来排液？大便不是干就是稀，你看一下，干也是分泌障碍，稀是不吸收。听明白了吗？有这一点呢，我们呢要重述一个事情，病势怎么的看病势。中医有一个思维叫五行思维，我们审查病势就是要用五行思维。还有一个思维是可以互补，是佛教的一个思维，对于我们来说很有用。在过去有人没人提我，今天我把它拿给医学的来，大家想一想，因果思维。我说的因果思维，会教义上的三世因果、六道轮回，决然不是一回事儿。我说的这个因果，是有一个结果。必须有原因。我们看到的是果，我们要想到它的因，考虑到它的原因。我们从一个原因看成是发生这个结果的必然因素，这因素是什么？我们分析这个因是什么，我们再看这个果是什么，你可以会啊，我们在那七个现象当中看到病势，是互补的一个思维方法。
听明白了吗？他能不能活过？我们看到了这一个演出了这么一个结果，这个结果必然是下一个结果的原因。这样我们就能看到现在、以前、未来，我们还不知道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吗？还不知道这个病现在是个什么状态吗？还不知道这个病走到哪儿去吗？就跟我们审查病史是万全一个重点，是两个思路不同的思路，所以两个思路啊，有着同一个目的的时候，是可以互补的。五行思维我们曾经讲过，看到了这个东西，我们要考虑它相互依存的关系，它依赖什么存在的，什么会制约它的，它和什么东西是可以去变化的。就是这五行思维，我们去看一个现象是这样，我们用因果思维看一个现象是那样。这其中啊，纵横啊都有，这个东西它逃不出去，逃不出你的眼睛去，走不出你的思维去，你还不是个大智慧者吗？那个五行思维是无数个三角组成的，这个纵横交错呀，它没有上下左右之分呢，它是个动态的，啊，一个三角组成的五，一个三角组成这个五角，衍生出来无数量的一个三角，而且是在动态的，哪有什么方向啊？因为啊，不管你佛教也好，儒教也好，道教也好，只是智慧，你就可以拿来用。大家想一想，有学过佛的，想一想，因果这个思维在佛教来说，是支撑佛教的一个大柱子。我知道现在梁怀瑾先生说因果说的是最多的，他是不是六道轮回三世因果那种宿命的证据，他是传达的一种智慧。我说这个梁怀瑾呢，属于是大家，是他把佛学发展了，他把佛学发展了。这个人从不讲迷信，他讲的都是智慧。你看他说世界上没有是非，没有对错，只有因果。你说这是个什么东西？
这是个多大的一个智慧呀、啊！一切的是是非非都没有啊，那不是是是非非，那是因果。这里头一切的玄学的色彩在这里头干干净净，没有真正一片净土，妖魔鬼怪什么都没有，因果有原因才产生的结果。这是一个什么唯物主义吗？唯心主义吗？早超越了。昨天有人跟我画了两个图，两笔一个，画了两个图。他说这是南怀瑾老师啊给我讲的。哎呦，我说我明白了，讲什么？讲中西中西文化。他讲的是中西医，我说这不是中西医，他说我是中西文化。我给你演示一下，你看看是不是？你看那边呢，是咱们那个太极图，它是在不停的。高速的运转着呢，西方啊，这个是静止的。假如一个黑色的代表物质，西方是讲物质的，中国不是。黑色的代表物质，白的是代表能的，也可以说阴会阳，也可以说能会物，都是一样的。西方是把一个分成两个，你只是一个的分成两个，中国是把两个合成一个，你只是个一，其中就是个二，是二组成的一。他是把一个分成的二，哪一个没有？然后和西方人话，最简单、最概括的说明。说是中华文化行，说中医也行，一样。中医是代表中华文化的。你说这个医，中国人是一个阴一个阳在高速这个算转，这么一个医。这是阴汉阳赋的一个意，它是运动的，它是生的。也可以说是武汉能赋的，在高速运动着呢，一个生的。西方是静止的，是把一个都得分成两个。所以这不是生命，
我们看的是西方人打过多少次战争，直到现在这个战争还在延续。拉登魁美国，你认为是拉登魁美国呀？不是，那是西方人自己把一个人分成了两份，互相的残杀，直到今天，到明天，永远也完不了。要想结束了西方的战争，必须是中华和谐文化过去解决了他们1000多年，就说2000多年的仇恨。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。我们再看在现在，把一个人把他干细胞拿出来给另一个人，是杀人呢是救人呢？又用基因来改造人，是把人切开不是？60年对中医的教育，先学2年西医，再学2年中医，是不是把中医切碎？你看看这个都在这个形象之中的，干细胞是什么？人体基因是什么？还是人体？是一个理念，到现在95%的病人没有办法，是因为什么？就因为这个东西把物质会能分开，咱们讲阴阳离合，一离就是死亡，好非切开不行。这个东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开始的，这是西方说大进步、大发展、大科学。现在知道了，100年，这个大进步、大科学、大发展要完了。95%的病人的原因就在这儿呢。他这么大，他们不入中国的一介皮肤，
刚才那个房子那不是把乙肝治好了吗？怎么他们都说治不好呢？不治治好了，怎么说治不好呢？你治还不如不治，你不治你还不如中国的一介皮肤，这是什么问题啊？全世界95%的人不健康，还不如动物呢。那动物虽然没人统计，我们看出来了，不健康的没有5%。人类有，你说这事儿可笑不可笑啊？可是对于这个事谁笑过呀？非常可笑的事儿没人笑。似乎啊，我今天说这个离开主题了，其实没有离开。我们要不知道这个，我们带着个什么感情去学习？我们带着个什么感情去工作？我们怎么的去看病？我怎么的去用五行思维，怎么的用因果思维？今天我开个头，以后啊我们遇到问题了，我们就可以把这因果思维拿出来，把五行思维拿出来，在临床上的实际上的用法。咱们说下一个病例，我有一个病例不太完整，这个不完整是因为孩子的父母没有敢给孩子吃这个药，但是通过这个电话里头沟通，他让我有一个完整的思维过程，我想说一下。因为是电话里头，孩子是中午大便了一次之后就开始吐，一个劲儿的吐，然后孩子的父母给孩子吃了两种西药，我只记得一种是维生素 B6， 这个是止呕的。下午的他给我打电话，我说你先让孩子喝点生姜水，不要给他吃那个止呕的西药，你止不住，呕它是一种排异反应。我说你考虑一下，中午或者是早晨或者头一天，你是给孩子吃什么不应该吃的东西了，或者是着凉了。下午大概5点多的时候，他说喝生姜水作用不大，之后我就给他开了一个方子。因为我收集到的信息是孩子有低热、呕吐、不停的吐，到吐到最后已经没有内容物了，可能是一些胃粘液。我给他开的是大柴胡汤、柴胡、黄芩、生姜半夏、枝翘、败黄、甘草，就这个方子。可能我刚学医，他是我的邻居，他没有敢给孩子吃这个药，不知道这个药有没有效果，想请师傅分析。发热，发热，低热，大便什么样？大便了一次之后开始吐的。吐以后都没再大便，没有。
这个不完整，你看看胃胀，胃胀不胀，硬不硬，肚子胀不胀，特别是结肠这里胀不胀，有气体没有。要如果说第一次有大便，那就不是肠子不通，对吧？属于肠梗阻啊这一类的肠子的障碍不通造成的呕吐。再看这个呕吐啊，把胃内容都吐出来了还吐，这就不是说宿湿怎么了，有宿湿胃的，因为胃内容窜吐出来了还吐，吐胃粘液，甚至于吐出来是苦的有胆汁，这个就不是因为宿湿，听明白了吧？宿湿就是前一天吃的东西存着的，就不是因为这个。这个宿湿，什么宿便，就这个宿。就不是因为这个。那么这是个什么呢？这是个气机障碍，这组织里头有东西排不出来。那这个现象啊，不应该止吐。第一个是调节气机，第二一个是帮助他吐。或者是通大便，让它从大便的出来，这都可以。如果吐的胃里没内容，这个通大便是可以的。你吃药对吧？对，什么也甭说，如果再临到这个病了，不是这么简单，你必须要看看胃的有没有内容，有气体没有，胀不胀，硬不硬，看舌苔厚不厚，你这个舌苔要黄要厚，你还是得要吐便，不是光吐的问题。舌苔要是薄白，很薄很白的，这个它要吐到这个程度啊，这个就不是说要有小方的问题，你看一看你火柴那个圣江八小写信汤，知道吗？一定要把这个信息掌握清楚，从因果上考虑一下，这孩子前一天吃什么，吃过什么药没有，生过什么病没有，这个都是需要了解的。如果说他还有
他老想吐，而且还头疼，比如说头疼啊，一些还有上虫的这种趋势，这吐是不能止，也止不住。你到时候把这个信息啊掌握了，然后再说怎么治。你现在还差着这个信息掌握的不错，就不能说怎么治。你说怎么治，你也说不对。就刚才那一个慢性肝炎，这个症状说的比较全面。但是呢，这个治疗这个慢性肝炎有很多的方法治疗都能治好，但是最好的方法，最好的方法不是你这个百花蛇草是干什么的？你说说百花蛇草，那你的经验说是什么？按我的经验是加了点白花蛇草的目的是加了点清热解毒的药。嗯，这个四处白花蛇草是清热解毒吗？嗯，应该有这个，应该有这个功效，它是个解毒药，就是一个。怎么的解毒啊？这个解毒咋说？那看看那个解毒谁的。你说这个老说解毒解毒，这个毒怎么得解？谁说？这是个模糊的，都是你的问题。这嘴叫上挂了，解毒清楚，这玩意儿不清楚，怎么的清楚？怎么的解？谁回答这问题？人人说呀，谁说？老师，我理解那个解毒的话，就是把，就是一个小的面积内大量聚集的坏东西给它打散了，叫解毒，就让它干不了坏事儿。嗯，这是牧师。是吧？你对于解毒怎么理解？这个问题我也很疑惑。为什么很疑惑呢？以后很疑惑这个问题。这个解毒其实从咱本能论来说的话，以后是化瘀，是排异，这种情况是解毒。那么正面的解毒，你比如说有时用黄连的时候，有黄芩的时候，这也有解毒的作用。用连翘的时候，它也有解毒的作用。用银花也有解毒的作用。怎么理解这个解毒？我也说不好。现在说，我说一下吧。解毒应该说排毒就是解毒，把毒排出去，毒就没有了，就是解毒。第二个，不要给这个毒生存的环境，不要给它这个温度，或者不要给它这个湿度，它这个毒就繁殖不了，繁殖不了，毒就解了。比如说，一些外用药，那酸剂，什么？酸剂，啊，比如说有阴道炎，然后把这个酸剂放入阴道里面，什么阴酸？阴道炎的酸剂。我还没听说。栓剂。啊，栓剂。对对对对对。啊、你不是说的药，你没说药。黄连。说那个底性。像黄连、还黄柏、苦参都是。你还没说解毒怎么回事儿、啊？他这个药进去以后。这个病毒没有生存的环境了，它比如说这个地方潮湿，如果我把这个酸剂放进去，这个地方不潮湿了，这个病毒
它就没有适合它生存的温度和适合它生存的湿度，这个毒就没有了，就是解毒。你这是你自个儿编的故事，两个故事了，最好说第三个故事。我理解的解毒是这样的，当有排异反应的时候呢，这个通过排异把这个病毒驱出体外，这样呢病毒就解了。当这个身体它有这个需要自主调节的时候，它的功能各项功能是低落的，是有障碍的，我们通过药物把它的自主调节的功能恢复了，它的这个病毒就不起作用了。所以就是，也就是传统说的这个扶正驱邪吧，我理解的是这样子。有一个故事，第四个故事是谁？我说第四个故事吧。原来我以为的那个有毒就是。原来学医之前觉得是细菌啊之类的，像是叫有毒，把那个细菌赶出身体就叫排毒或者清毒。现在我试着这么理解，我觉得有毒可能是毒有寒毒热毒，原来的说的就是让身体失去中道，失去平衡了，给身体造成了要不就是寒要不是热，就身体机能的障碍，把这个障碍排除了，恢复到中道，恢复到平衡，这就叫解毒。现在是这么理解，恢复的方法可以用，就是看着身体的情况，可以用那个自主调节的方法，也可以用排异的方法，根据身体的趋势来使用方法。这是你对解毒的理解。谁说第五个？我觉得那个解毒应该是缓解毒性，就像一些药性有偏性，所以你要缓解一下，就是解毒，就像甘草它解百毒，所以我们尝毒药的时候就后面就要吃一点甘草，就这样让它的毒性慢一点。我比较赞成刚才李晓东师兄说的那个寒毒热毒之说。我们当时在学校学的时候，老师是这么说，说这个毒是指邪之盛，贵之毒，邪有分寒邪跟热邪，就是说当他这个所谓的热邪，比如说一般认为口舌生疮啊，这些什么热邪口干口渴，如果说程度病情比较重的比较严重的情况下，这叫毒，然后这个时候用一些相应的中药来调理他这个偏于中道一个状态，让他恢复到正常的一个情况，这个时候就算是解毒。谁还说？我认为毒这个东西啊，对人体不造成伤害。那么说这句话很矛盾，毒既然对人体不造成伤害，为什么治疗它呢？但是它有条件的，只要是人体的本能不排异它，它就是没毒；人体的本能排异它，它就有毒。有一个观点，还有吗？我认为毒这个首先是一个相对的概念，我们有的时候治病也是要用毒药，只是多少的问题。毒就是我们的义务，我们要排毒就是排异，就像我们有大肠杆菌，这个可能到了别的动物的体内，到了外面也是毒，但是到在我们体内它不是毒，我们不需要排它。毒是一个相对的概念。那下说这么一个问题啊，这么多年呢，在嘴边上挂着解毒解毒解毒，到今天个人有个人的看法，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，这是个什么问题啊？这是中医的一块病，
中医要认为这个是属于自个儿是正常的，这个人得有病。一个医学怎么能这样呢？谁愿意这么说谁这么说，谁也拨不到谁。我就这么用就有效，他就好病。他说了，你说我这么用我就有效，你说这个事儿怎么办呢？这又是个事实。他说这个人以外的事儿，说动物，动物啊也有这个本能，自己保护自己的一个本能。你看那个犀牛长了个角，这个角干嘛呀？因为它是生在热带的森林里头的一个动物，那个地方呢到处都是毒草，到处都有有毒的植物，它有食量很大，它吃了有毒的东西了，它不找医生，它到它祖祖辈辈子没找过医生，找不着，自个儿给自个儿治病。他那个大舌头伸出来啊，舔他那个脚，舔的那个脚啊，这么一个沟，一溜沟，脚都舔不着，刚才又打岗子。这个咬血脚，中医过去的咬血脚，简便细脚，一看这是好东西。你怎么知道啊？我一看我就知道。你看哪儿了？我说你，你看天沟地岗，这叫天沟，这叫地岗。我说怎么形成的这玩意儿？他吃了有毒的东西啊，他难受，他的舌头这么舔，舔时间长了，多少年舔不了沟，小的舔不着，小的长了，长了岗子，这叫舔沟，这叫地岗。你我告诉你啊，一看有这个，这是真的真东西。本草上没有，本草纲目也没有，三光也没有。我是跟这个卖药的学的，这是细胶。这个牛啊，吃了有毒的东西，舔这个鼻角，这毒解了。人看见了好东西，我杀了你，我拿了走，我吃。你看我人呢就是这么个动物，把那个犀牛杀了，拿着他的脚，他去吃去了。中医不是也是犀角头一个的解毒吗？有钱的人这么大个大的一家，把里头那个塞儿去了，把上头那个尖儿锯了，反过来叫细脚尾，一个不够俩。去个客人来，咱们喝点，把酒搬出来，把大杯拿出来一看，哎呦，好家伙呀，当时喝酒，你说喝酒啊这个东西啊
这个人呢不感冒，不生病，这睡觉呗。有幸啊，见过一个，一个我都没见过有了，一个河北省晋州市有一个大财主，家里坐有一出过一位状元，当然是做官了，做官当然都贪污了，甭说了，他们家里就有这个辈。哎呀，我说我没见过，你想看看呢？我说当然想看看了。好，我拿来给你看看。我说人家让你拿出来啊。他说要不让我拿出来，我敢说让爷爷来看看吗？我说我大爷，我给你作揖了。过了有一个多月，背着那个大家伙来了，张志宝说，我一看，哎呀，怎么这么亮这么黑呀、啊、他说这是漆，知道漆吧，那么树脂能漆，上多少道漆。我干嘛上漆？他包着啊，能是纸包吗？你傻小子，包这个东西就是使漆包啊，跑不了气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包起来保护他呢，反过来是个碗儿，看见了吗？我看，我说今天咱们是河北酒行吗？他说行啊，我得闹出酒来，我不喝酒，我也得喝一杯。我咋见了这个东西呢？洗脚杯，人看不感冒，不生病，老闹这个杯喝酒。到后来又知道啊，领养杯，领养脚也能做成这个东西，也能使得喝酒，它那么小，那要粗就这么粗，哎，弄一截撒过来也是那个碗儿。他说猎人呢都是使这个东西喝酒，还使这个东西泡酒，还使这个东西起水喝。他们没一个感冒的，没一个生病的。当然我没实验过，但是我相信它有这个功效。那么这个犀牛角怎么的解毒啊？咱们现在这个本草就是药物学啊，它叫药物学，它小头说它含什么成分，也是的说解毒。它那个解毒啊，我想是从食管的，从实验室的，把那个都放进去，这个猪肚肚啊，这个东西会在人体内和大不一样。你在食管呢，能解毒到人身体内未必能解毒。你看我们一到嘴的，就叫他吞咽，一到胃的就胃酸，一到肠的就是碱性的，这几道化学程序他必须得通过。他通过了这几道化学程序，他的化学成分改变了，所以在食管的成功的东西不能是在人等同在人体内。在人体里说到这个解毒啊，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。为什么说很复杂？从神农本草经到清代，哪一个朝代都有一部本草，
都修订本草。怎么着修订呢？谁用过这个药，查生什么效果，写在本草上，填上，这叫修订本草。这个本草上你看解毒的东西多了，可是他怎么的解毒也没人说。就像今天我们讲的了，怎么的解毒也没人说，哪一个是真的，哪一个的有多少真实性，有百分之多少是真实的，有百分之多少不是真实的。它不是有意作假，而是啊一种误解，有多少不知道，所以呢形成了这么今天的这个状态。那么说解毒是什么呀？那不解毒的药我们吃了，治了有毒的病吗？那怎么说呀？在过去的说解毒，再说这么一个事儿吧，解什么毒呀？你治什么病，他都怎么写？说感冒就是病毒，对不对呀？感冒就是病毒，我都用了鬼治汤都好了，他都在鬼纸上写上解毒，他不知道感冒是毒，他在鬼纸上他没写解毒，他写看见的什么？他看见的是结疾，那个鬼纸结疾，他看见了冒黄发汗，他想冒黄发汗，发汗不解毒吗？你小便不解毒吗？从大便不解毒吗？好多好多的药是发汗的，是通小便的，是通大便的。你说他什么呀？他不知道这个病是毒，他就想通大便、利小便、发汗，他就不写那，他写这个。再说，咱刚才不说一个因果吗？因果思维吗？那么今天这个结果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我从历史说起这个原因。这是一个因果关系，因果思维，听明白吗？这是因果思维吗？我们要是说再用五行解释，就更细了。哎，我们已经现在这种解释，这两种思维都有了。那么我们记载的是通便、利小便、发汗等等啊，没写解毒，都没有啊。你说他写的对不对啊？你不能说他不对。我们看看这近几年在实验室的结果，什么什么东西制毒，我们在这个病上用它去治了没有？没治了。这又是为什么呀？这是个什么原因呢？这个结果是什么原因呢？大家想一想，谁能说出这个原因来？
谁能说出这个原因来？我有讲理，我说一下吧。他们用的这种思维依然是对抗的思维，而没有站在本能这个角度上去看待这个药。谁还说？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医学的问题。你这个医学要是对抗医学，把前头我们说利便利小便化一律排除，就是在试管而已，是不是解毒？是解毒，这是个解毒。吃无效还吃，还无效，就是另有说法。反正他出不了这个理念。咱比如说一个肺炎，跑了全国的沸沸扬扬，死了多少人，感染的最多的是医护人员。等解套出来了，治了多少好了多少，还没后遗症，用激素治的哪一个没后遗症？最低是要解散，这都是什么原因呢？我们考虑考虑，这个结果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我想谁都能说出这个原因来。你是对抗，这个对抗解决不了问题。邓老是排异，只能是排异。你个简单的问题，你搞了全国的恐慌。他一出来，入汤破血，完了，有多么简单呢？多么平易啊，平常容易。所以啊，这个医学这个体系，这个核心思想是非常重的一个东西。今后我们怎么来看解毒？这个解毒还有多大用处？大家走着看吧。有的话不可说的太老。如果说一个自主排异，一个自主调节，我那原型我原型都爆了，摊手卖的事儿少多了，那话也少多了。刘备历史吧，在博物馆里去参观参观就好了，知道过去怎么走过来的。说今天怎么解毒，干嘛去解毒？说我要蛇咬了，无不蛇
蛇咬了不碍事儿，有解蛇毒的药去拿去，拿来了人死了。我最近呢，我提出来了一个东西，一个计划，我们看看这个计划是不是太大呀。我说十年2亿冠心病窜于计划，你说做到了没？是能做到不用。我今年一个计划，第一年一个计划，跟大一创城捆绑在一起，我在十个国家免费治疗100个冠心病，不临街搭桥支架的不如算，没有几个合并症的不如算，到中国来治病，我们给他免费免药费啊，他吃住我们不管。我现在正在呀组织这个事儿，我还在组织几个10个8个7个6个诊所，这是给你们准备的地方，你们在哪儿去指引？我争取窜在本市。师傅，我说一个病人，这是一个孕妇，21岁，一开始是咽痛、头痛、恶心、呕吐。因为他在刚怀孕2个月嘛，妊娠反应很严重，自己服了板蓝根颗粒拔罐，效果不明显，找到我，我看了脉数舌红，我给他开了特表汤加上柴胡半夏生姜，他吃完之后就开一剂，他分3次服，每次服完没有半分钟他就吐掉了。当他喝完这一剂之后，好了也好了70-80%。之后他没再找我，他就直接自己吃了，喝点生姜水和喝了一包板蓝根冲剂就好了。我想请问师傅，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他妊娠反应不那么严重，就是能够吃下去，能够尽大最大限度的发挥这药的作用，还是说本身这吐也是一种排异的一种反应？你说他这个吐是一种什么反应呢？我不知道是妊娠反应，还是说吃完这药以后一种排异反应？妊娠反应。但是吐完之后他也好的也很多。你说这妊娠反应是什么呀？妊娠反应是什么？谁能说出来？排异，你们同意这个说法吗？同意。就是排异反应，妊娠反应就是排异反应。从妊娠反应，我们看出这个人的这个排异反应有多么强。有的人呢，没有什么明显的反应都过去了，但是这个人并不是很健康的。像你说的这个病啊，这个呀，你这个处理的方法还算是不错。
不错。这妊娠法呀，就是小柴火汤。小柴火汤是可以的。他合并那燕燕是吧？对，合并那燕燕，给他一点止咽炎的药，叫小柴胡汤，还是要以妊娠发炎为主。所以啊，黄芩呢，黄芩是不能不用的。这个怀孕呢，最怕弱，他是他怕弱呀，他不怕凉呀，特别是黄芩。对，所以我黄芩没有用。哎，错了呀，黄芩败主，你记着，这是南台的两位好友，安台的两位好友，黄芩败主。一副安胎药，我顺便告诉你，柴胡、黄芩、白术、茯苓、甘草，开中毒丸，一剂就好命。专家组他不是研究了一个药，叫双虎清肝颗粒。就说啊，在体外试验啊，它的抗病毒的效果是100%。那么它这种药啊，也推广了几年，那么在临床上使用起来是非常的失败，就是涉及到一个对抗的问题，不是排异，不是四柱调节，就是双虎清肝颗粒，中国中医研究院出的一种药。这中国那个顶级的治肝病的专家，他那个方子。非常的脏，20多味，几乎就是近30味药一张方子。他这方子很有特点，那天的打徒弟钱英也是开这个方子，费好几个徒弟，每一年都是100个以上。都是吃到他5-60副药，或者是7-80副药，就不行了，完全一样。怎么不行呢？不吃药啊好一点，一吃药啊肚子也难受，有时候肚子疼，浑身不舒服，没法吃。我只好来找您了。甭管远的近的，本省的外省的，凡是管有破开的房子，总是这么50副到70副，要好不了病啊，吃了个难受。我一看这张房子，我就明白了，温若派孟说都是寒凉药。我说老先生，你认为肝炎的是弱呀？你错了。我用的呀，都是温平的药，我从来不用寒凉。在这个肝炎上，所以我呀，在那时候能肝炎，和现在不一样，没有一个过60副药的。30-40副药的居多，20-30副药的少数的好病。他一吃到这个数好不了，再吃个难受。我还想说几句这个乙肝病毒的这个问题。你看我们的理解是哈，乙型肝炎和甲型肝炎和肺结核都是致病微生物引起来的病理过程。那么站到这一点上的话以后，我们都认为它是外源性疾病，它肯定是从外界过来的东西。
那么外界现主体内的东西，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采用的是自主调节，还是把握这个事，不一定都是治病微生物引起来的病理过程都用排异，是不是这样理解？他这个对，他这个病毒啊，他有的病毒啊，他排不出去，他什么时候排不出去？把他这个机能降低，就排不出去了。你就说这个肝炎啊，这个脚感，我治脚感从来没有超过过一个星期，一个星期以内好病。这个脚感要是治不好，治来治去的治成慢性的，那慢性的他们就叫乙肝，他到那乙肝他就不往外排了，完全是胀的，怎么排呀？没胀的人都好了病了，你还用排呀？他自个儿就排出去了，还是得依靠他自己来排，你就帮助他调节他的能力，他能力恢复了，他没有了。所以呀、啊，要没中这个事儿了，完全是被别人包围了，以他的名字出来的，有人可能含含糊糊那个被人家用了，那最后失败归他了。有人是不干这事儿的，没有出来成绩，这60年了，你出不来呀，不会让你出来的。师傅说个失败的病例，一个小女孩6岁，急性的肾功能不好，就肾功能不全。也没定下肾炎是什么的，就是在县医院查以后，还是有蛋白有铅血，眼皮是虚的，身上也是肿的，腿也是肿的，我来了以后给他看了看以后，这小孩子的这个脉象啊还是偏浮的，我起初的几天是给了他往外走的一个方子，麻黄汤一类的这样的东西往外发发汗，我说，那么喝了几天以后啊，有肿劲还是下去了，下去了以后呢，他在家感冒了以后，他又数了几天夜，我考虑他不一定是感冒啊，就是发烧了，他数了几天夜，然后又回来以后，我又给他看了看以后，我又给他改了个方子，用的是猪苓汤，那么喝着以后啊，他身上以后这个肿劲啊又起来了，起来了以后大人们感觉到比较着紧呢，就是说以后这个孩子小孩子以后治不好可不行，怎么说也不行，就去石家庄的儿童医院了，就采用的激素压制疗法进行治疗了。我不知道这个病例失败在什么地方了，还是他输那次液气的作用压制了人体的排异，这个看不出来，再结束吧。谢谢师傅。